现在有点复杂了，不要大吧。我现在找不到大马在哪里了，他把食物抢走。一二，再吃三把回来，然后这是谁？这只可能是母鸟，因为刚才从那边过来的。后面的这是公鸟，哎，所以现在有点复杂了。刚刚为什么母鸟会去追幼鸟？幼鸟，刚才幼鸟要回去的时候，母鸟也飞过去。那现在最主要，大宝刚才把食物抢走以后，把食物搞丢了，因为他们现在都没在吃，只有我吃饱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吃完早餐了。一只，两只，两只，哎，又一只不见了。早上太刺激了啦！来拍公母鸟，海白鹳，这只是我没拍过。然后先看一下公母鸟，大宝在哪里呢？大宝实在太强了，找到大宝了，这应该是他，站很高。大宝，哇，已经人飞来这里了，他脚上面有食物，好，先不拍你。哎呦，二宝，就把他跳过去吗？目前没有人动，我这时候比较想要拍，好跳过去，好跳过去，没点事。现在的下一栋就是公母鸟看到公鸟看到猎物冲出去，抓一只回来，再来一只交接。不然好像目前都有点休息，然后的确肚子饿，没错。大宝还是在叫，大宝，这应该是三宝了，酋长沿着日出。在酋长来看，这种日出算很漂亮的。